哎呦，用的是用的，哇，用的是用的。 今日拔得头筹的还是李斌李大人，赏金条一根。李大人赏金条一根，李大人出手阔绰呀！李大人真有你的，确实太有钱了。李大人真有你的，让开！哎呦，这不是李大人吗？您可好久没光顾我的小店了。哎，我说今儿个早晨喜鹊怎么叫个不停呢？ 原来是贵客临门，今儿个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哎呀，你这可不是什么小店了，你这早就改名叫半城了。别这么客气了吧，啊？哎呦，李大人，您是什么人物啊？什么世面没见过呀？别说这招牌，就比这招牌再大点，在您的眼里，那还不都是小店？得了吧你，这饭菜做的不怎么样，全靠你这张嘴了。拿着。哎呦 <笑>掂量着置办吧，待会儿柳幺幺来了，让他直接去我那儿。还有，让他那老爹在外边等着。您放心，一切按照您的吩咐，今儿个我亲自下厨，保证让您满意啊！小二，来了，老弟，放里边牙签去。李大人，请。李大人，请。嘿嘿嘿嘿。 掌柜的，哟，这不是义哥吗？宋老板，哎，义哥来了，过来，快，李边包间。哎，等等，宋老板，你得帮兄弟个忙。我能帮您什么忙啊？我给您打工啊。 二位可算是来了，我们李大人等了你们半天了，请吧。啊不，等会儿，你进去干什么呀？我们李大人特意吩咐了，您就在这边用膳，他自己进去。怕什么呀？我这是饭馆，不是堂子。啊，有事你就喊，我就在外面。嗯，呦呦呦呦呦呦。 说的跟真事儿似的啊，不就是唱几个小曲儿吗？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弄得跟生离死别似。来，小二，过来带路。来嘞，姑娘，请跟我来。别看他了，没事儿，走吧。 大人，赵御史求见。好，请。哎，参见大人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这只是应天府当地的一些当铺、钱庄、银号所往来的账目，苏杭等地、常州、扬州的正在督查之中，许是这两日就能见分晓。 好，放这儿吧。下去吧，有消息尽快通报。是，记住，千万不要走漏风声。好，下官明白。刘芳，哎，老爷，刘毅还没回来。 相思相许，天南地北。
说了，我爹叫柳江，是莱州人。什么镇什么村？昌邑。可我听你口音不像啊。那时候还小，不记得了。那你总得记得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吧？这么多年了。啊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来来来，放开我！谁呀这是？放开！懂不懂规矩啊？我听见有动静就进来了，滚出去！我没做错什么，你凭什么骂人呢？骂你？我这还打你呢！大人，哎，您坐下。真是，他一个跑堂的下人，犯不着跟他怄气。去，叫你们掌柜的来。找谁来也得讲理啊！你这小兔崽子，看来今儿是来搅局的，是不是？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不知道马王爷长几斤？大人，起开！大人，来个移动刀！大人呐！大人，宰了你！大人了！大人，李大人，过来！哎呦，李大人，您这是跟谁？这是你的人吗？我怎么以前没见过啊？哎呦，我这儿吧，最近特别忙，他就是临时招过来帮我打打下手。你这个人是伙计啊，还是住店的呀？李大人，您不知道，他可是有背景的。他家里大人给掌柜的添麻烦了。哎呦，义哥，你可真没少给我添麻烦呀！啊，哼，他家里大人要真是有头有脸的，能让他来这儿？哎，向小姐，向小姐啊，向小姐，站住！柳姑娘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哎呀，我可是使了银子的。你给他银子让他唱，现在他唱完了你不让人家走，强抢民女啊还是怎么着？哼，抢？我用得着抢吗？你自己问问他，就是我给他那些彩头，够娶他多少回了？那些彩头是你乐意给的，人家抢的吗？人家柳姑娘伸手从你兜里拿了吗？还想娶人家？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！好你个小兔崽子，今儿个我就……哎呀，大人，你消消气！小兔崽子，起开！坐！你消消火！你跟他发什么火啊？义哥，你少说两句吧！他这人吧，就是嘴上得理不饶人呢。柳姑娘，咱走。今儿谁要敢迈出这屋子一步，我要他的命！李大爷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呢，把这银子还给您，今天这顿饭就当是我请您，我给您赔罪了。收回去。你，我说让你收回去。你少说两句吧，啊！咱做生意出货挣钱天经地义，这次是他闹事，凭什么你给他赔罪？你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！我们是来这儿吃酒听唱的，怎么说我们闹事呢？光天化日调戏民女，这不是闹事是吗？哎，这小王八羔子，今儿我非一刀捅了他吧！消气儿，别拦着我！你爹，身为朝廷命官，难道不知道君位法吗？官吏闹事罪加一等。你到底是谁呀、啊，李大人？咱们去听柳姑娘演唱，每次都能见到这个小子。小爷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御史中丞刘伯温刘大人的跟前长班，当今皇上御赐的名字，姓刘名义者是也。柳姑娘，跟我走。早不说。大人。柳先生，哦，哎呀，忒好看了，跟仙女儿似的。手伸出来，打屁股不行吗？不行。你看，上次打的都还没消肿呢，筷子都没法握了。
您打这只吧，正好打肿了，馒头也没法拿了，饿死我得了。贫嘴！你以为我不敢打你啊？让你念书你念不进去，歪门邪道你不学自通，烂草糊不上墙，朽木不可雕也。上次打我是因为我白天睡大觉，我认了。可这次呢，我是负了您的命，马不停蹄地跑了一天，没想到回来挨一顿炮呢。打吧！犟嘴！哎呀！犟嘴！犟嘴！可不是马不停蹄吗？你都上哪儿去了？出了茶馆进饭馆，勾栏瓦舍你都敢进？我哪都是李斌那次经常去的地方，我要是不去怎么查案子呀？查案子，查案子，查案子！我让你穿上店小二的衣服去装店小二去了，跟人家打架还亮身份。小子就是看不惯那次欺负柳姑娘。哎，你这就算说了实话了。柳姑娘，柳姑娘，你脑子里想的就是那个柳姑娘。蜡烛有心还惜别，替人垂泪到天明。贫嘴！说的就是那个意思呀。小的一看见他心里就乱乱的。起来吧。哎，哎呦，你呀、啊，这个食色性也，你也是到了这个岁数了。你食色，色是什么呀？好吃吗？吃个屁。刘毅呀、啊，我是让你私下里打听李斌作奸犯科一事，你给我这么一嚷嚷，全应天城谁不知道啊？出去，今儿没饭吃。刚才还让吃色呢，现在又不让吃了，什么人呀？我这。